九头蛇怪今天终于见到了他的母亲，他委屈地用尾巴缠住母亲的手臂，把自己整个人挂在他身上，想要让母亲抱抱自己。然而母亲却拽着两条长尾巴，对他发动了声波攻击。九头蛇怪尖叫一声，从空中掉了下来。而他的母亲之所以这么对他，是因为他的嫉妒心太强，总是背着众人追杀自己的弟弟。母亲发现了这一情况后，哄着他飞到了天上，决定彻底解决了他。弟弟劝母亲放哥哥一命，但母亲却根本听不进去。他在九头蛇怪如沐的目光中，把手伸进了大眼睛中，掏出了蛇怪的脑子，